奇奇萌妹圆滚嘟嘟超可爱，狂喊自己脚臭，原因太爆笑。我有电梯，但是又进不去。哦，你进不去那个门呀？你爸爸锁门？被爸爸锁掉了是吧？爸爸在里面有事啊？爸爸在里面打游戏。哦，没事，我等一会爸爸带你进去吧，好吧？你别这么伤心了，好不好？辛苦了，好吧？啊，拿走。大陆呢，这个叫小九儿的抖音账号时常在网上分享可爱的女儿跟爸爸超有爱的抖趣日常。上一秒还是爸爸的小苗，下一秒就漏风。等会爸爸吃饭的时候，你要让他少吃一点哦。好的，保证完成任务。哇塞，这个才不错啊！又有花椒，又有鲍鱼，爸爸也好好的补一补身。给你换道菜，好，鲍鱼虾子，一看就是个硬菜，我来一点这个，不行，这个也不能吃吗？我给你剥一只虾子，你让我吃点别的肉吧，可以吗？啊，你不是答应妈妈说帮妈妈监督爸爸的吗？被一只虾子收买了。哎呀，不好点，我的脚这么重。刚给你洗的脚，这是我脚肉。好吧，那你来泡吧。当他泡上了脚后，我的就像的，那爸爸就臭的。为什么？爸爸本来就臭臭的。为什么？我哪里臭了？我很香的。我是说你脚臭。我又没有说你身体多，我脚也不瘦，我身体也不瘦，我全身都是香的。那你洗了澡没有？我没有啊。那你的身体又不香。女儿是粘人精是什么体验？我已经洗干净了。干净走。这样可以了吗？嗯，可以了。让我香一个不？好呀。来，香一个，不够。好了没有啊？他陪我去玩。嘿嘿嘿，我越做越怎么样了？你那个呢？好饿啊！